二宝啊，今天咱家揭不开锅了啊，就这么两粒狗粮了啊，爸爸对不起你啊，得跟着爸爸一起喝西北风了啊，没事啊，最近我看两四六，两四六八十粒狗粮啊，爸爸留两粒啊，剩下八粒给你吃好不好？嗯，好啊。哎，你怎么都给我吃了呢？啊，你咋都给我吃了呢？一粒没给爸爸留，你太不讲究了，二宝啊！你太不讲究了，你都不讲究了啊！我给你吐了，你给我留两粒，快点啊！哎，你出来来，出来，咱俩还是好朋友，快点！不是你跑啥呀？啊，你这啥玩意儿？你这是？嘴巴吃一口，快点！瞅你那个抠样。半小时后，二宝，爸问你，啊，刚才管你要点好吃的都不给我，你怎么那么抠呢？啊，为什么那么抠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晚上晚饭没有了，啊，晚饭没有了。好的。啥意思？这怎么的？藏我臭匣里了？啊，把妈妈意思给我了呗，放晚饭是吧？啊，小燕还不行是吧？爸爸来了，啊，开不开心啊，二宝？开不开心？哎，这什么表情啊？啊？啊，上盆儿啊，想吃饭呢？啊？你这啥玩意儿？你让我来就奔吃的使劲是不是？啊？啊？他姥爷来。二宝，干啥呢？干啥二宝？